完了，等等。你们谁想下一组吗？随便您指定。那依琳姐这一下一组吧。好的。小公主，你想表演给我看，还是让我坐在上面当小公主？我都可以啊。王子，来，我当公主。依琳，你完全了解的，我们不需要更多的。那我们要什么？我知道了，第一个，第二个字，妈妈，红娘吗？呀，第二个，呀，哎，看得见，哎，看得见，那就看到这，那就看到这，坤哥两个字会让你很温，温暖，对。女生，反义词。男生。什么？暖男。呀呀。几个字？天，这个好聚好散，好聚好散，好聚好散，地，祝他们好聚好散，天地合合，天地，我的，天地，天地，天地是第一个字跟第三个字，天长地久，呀，你们闭嘴好不好？吵死了，时间到了，哎，快点。什么？哎，你看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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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不见。什么？哎呦，哎呦！哎，给我看一个字好不好？这个都不知道，你看见那个字你就知道那个了。啊！哎哎，就现在网络上最流行的一个，这是什么？什么东西？你叫法海不懂爱吗？啊！摇手，摇手，不是摇手，搓手。你每天晚上要干嘛？你再具体一点。十七个字。八个字，八个。十七个字，八个。十七个，八十七，八个。十七个。别吵！安静！求求大家了，别再吵了！求求大家了，别再吵了！过。没有，这个字儿很简单，哎，很简单。四个字，一首歌，张学友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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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四个字，不能给他看，不能给他看，不能给他看。哎，是张学友的。四个字。你回来吧，你别猜了，放弃吧，没有用了。你回来吧，别玩了。队长。加油啊，力哥！白了您的，拜拜了。OK， 下一个。三个字。
第一季里面那跳的舞那个，还有什么？小苹果，七个孩子，葫芦娃，七个孩子。哎，对了，我需要死了，快点快点，我需要死了。姐，开慢点，不要开那么快了啊！啊，葫芦娃，啊啊，快点！看到一个女生，四个字，然后有四个狗，这个四个狗一块儿这样。哦哦，对对。哎呦！来了，就不用看了。啊，对，就不用看了，你还OK OK OK。蕾蕾，蕾蕾，国王的女儿是什么？三个字。国王女儿，白雪公主。蕾蕾，蕾蕾。差一个字。灰姑娘，不是，后面两个是对的。白姑娘，是大的反应词的第一个。小姑娘，小姑娘。小姑娘。小姑娘。国王的女儿，公姑娘。二公主。大的反义词，大的反小啊，对啊，小公主，对，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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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恭喜吴磊，董力获胜。